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张宇老师。哎，今天在我旁边我是张鑫，哈哈，我最会讲话了。对，没错，就是知名 YouTuber， 今天非常荣幸来到他家。我们待会呢要做鸵鸟蛋料理，那这个影片会放在张鑫的频道上面。好，但是我们不过老师啊，待会要做鸵鸟蛋料理，我就有问题想跟你请教一下。好，鸵鸟到底是不是保育类动物？不然不能做哎。对，这答案是。还好不是、啊、真的、啊、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做鸵鸟蛋到底可以吃不可以吃啊、当然可以吃啊，什么东西都可以吃，只是好不好吃跟吃了会不会死而已，但这个吃了不会死，所以可以吃。但我就觉得奇怪了，我们做了1000多道料理了，嗯，我真的很少看到有人吃鸵鸟蛋，为什么大家不吃鸵鸟蛋、大家吃东西第一个还是要容易买得到嘛，那鸵鸟蛋你在外面有看过人家买鸵鸟蛋吗？没 有, 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我也是大费周章搞了一颗蛋来怎么的？对，好，那我们跟大家讲，很多人疑惑的可能是，哎，为什么不吃鸵鸟蛋？主要原因是因为第一个，你很难买到；再来第二个，你这一颗吃下去，你大概今天就不会想吃其他东西了。再加上热量很高，它这样一颗蛋，各位猜猜看，这个热量有多少呢？有多少？大概是2500大卡。哎呦，那超标了！这个热量，我宁可去吃麦当劳、还比较便宜。好，那你猜猜看，这一颗多少钱？1000，哎，还好还好，大概是600块到500块左右，新台币啊，对，新台币，那也不便宜啊，一颗蛋呢、欸？对，所以这是为什么、大部分人比较不吃这个原因，因为第一个，你如果今天是买一颗鸡蛋，你看，比我的脸，快比老师的脸大，对，没错，是我脸太大。一般来讲的话，鸡蛋我们通常买一颗啊，就是平均价格也大概5块6块，对不对、好，但是这一颗呢就要500-600块，这价差就差了100倍左右了。所以基本上来讲，热量又高又容易吃腻，不容易买到，再加上又很贵，你还会想买它吗？还会试试看，试试看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买也是因为要给学生看啊。不过看起来颜色不大一样哈、它的颜色就是个奶油黄的颜色，它跟一般鸡蛋的颜色不大一样。没错、你真的观察很入微。这个，而且啊，你可以看哦，这感觉这个壳的粗糙程度或者是厚度的感觉，是不是都明显的有落差？对，差很多哎、对，因为鸵鸟蛋的话，它的蛋壳是很厚，这个大家要用榔头才能敲破。鸡蛋的话，随便敲一下就破掉了。对，所以这是正落差蛮大的。对，那老师说了，不见得准。咱们来试一下，有信心吗？可以，对，没问题。真的辣椒，这个好好的。真的真的，我们再来试用你的头。有风险，有风险。看是蛋的风险高还是？对，所以基本上来讲难买到，所以我们不太用，很硬，是真的很硬，所以可能妈妈光想到要煮这颗蛋都觉得很头大了。对啊，对啊，而且也吃不完了。对，没错。不过老师，我们来量量看它重量怎么样。没问题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磅秤。先把它归零。我们先量这一颗破掉的小鸡蛋到底多少克？鸡蛋大概51克，这我们在便利商店买回来的。接下来量这一颗鸵鸟蛋。哇！1公斤多哎。对。1062克哦，那这样是等于多少颗鸡蛋啊？哇，大概20到21颗了。那还是划不来耶。我们刚刚说价钱是100倍，对，可是重量只有20多倍而已。对，20多倍。那它的蛋黄的量大概，其实如果一般而言的话，会是一般鸡蛋的大概20到25倍左右，因为看大小颗。那其实鸵鸟蛋也是有分大小，像这一颗啊，其实是相对之下比较小的鸵鸟。那这个比较小的鸵鸟，我怎么知道它比较小呢？因为刚刚我们量它的重量大概是只有1公斤左右。对。那一般的鸵鸟蛋，你猜一下大概多重？平均而言，1.2或1.3公斤吧。哎，你很厉害，你是鸵鸟吧？差不多，我是肥的鸵鸟。对，差不多。所以这一颗算是比较小的。那为什么比较小呢？原因是因为它是可能比较年轻的鸵鸟所生的蛋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比较年轻的鸵鸟生的蛋会比较小一点吗？是不是年轻个子小吧？个子小吗？就生蛋了。哎，主要是因为蛋从它的蟹子腔出来的时候，蟹子腔是括约肌，它可以扩张。但是年轻的鸡还没有生那么多蛋嘛，或年轻的鸵鸟还没生那么多蛋，还没有松弛，还没有松弛，没错。多拉开几次，它才会变大，对吗？所以这一颗蛋是比较年轻的鸵鸟生的蛋。哎，那跟鸡差不多哎。
养殖场里面的鸡也是这个样子，对，也是年轻的鸡生的蛋比较小，蛋壳比较厚。如果老一点的母鸡啊，生出来的蛋就比较大，嗯、但是蛋壳比较薄，操作性就没有那么好了，而且容易碎嘛。对，哎，这个到底容不容易破啊？来试试。这个不行不行，不能拿来试，这个有风险啊。好，老师，那我还想请教一下，这个鸡蛋一般啊，嗯，这不是鸡蛋。它是鸵鸟蛋，它是鸵鸟生的嘛？嗯，它的原产地到底在哪里啊？鸵鸟？其实鸵鸟的话，主要是在非洲、南非啊这些地方、嗯。像南非的话，鸵鸟就是他们的主食。像我们台湾人是比较没有，就是那么常吃鸵鸟肉。你有吃过吗？有吃过，有吃过。口感如何？吃起来很像牛肉、欸，它没什么脂肪，可是吃起来也是软软的，对不 对, 对？所以有人说很像牛肉口感，然后沙朗啊或菲力的部分这种比较嫩的部分。那像非洲地区他们比较常吃，台湾人倒是比较没那么常吃。可是看起来也是红肉，它跟一般禽类不大相同，所以营养价值其实也是蛮高的。对，只是饲养上面在台湾没有那么多元，因为没有那么多地方饲养、嗯，所以购买上也不是那么容易。应该养久了，如果被人类驯化久了，搞不好也会变成白肉。因为一般红肉好像都是比较野性一点，它需要大量的运动，所以它里面含有的肌红蛋白比较多，它就会是红肉。豢养久了，你看猪啦、鸡啦，就会逐渐变成白肉。野性高的比较野性一点，或者是在野外跑的，它就红肉比较多。哇，真的不愧是鸵鸟本人。不过，它原产地不在中国。对，那是我们常说鸵鸟心态，鸵鸟心态到底是真的还假的？是不是我们对鸵鸟有一些误解、啊？应该是有误解蛮深的，因为主要是因为鸵鸟它平常在沙地上面要吃东西的时候，它因为手没有办法吃嘛，所以它只好用它的头，所以它的头常会埋在沙子里头去啄食，可能它要吃的草啊，或者是它要吃一些小昆虫。它有时候其实也会补充一些肉食的东西，但还是以草食为主。但可能在那个过程中被大家可能以为说，哎、欸，它怎么把头就是藏起来了？对，是我们的误解。其实老师刚演的也蛮像鸵鸟，在你身边像小鸵鸟，我们这个是大鸵鸟。鸵鸟出了、欸、老师，我从生物学的角度再跟你请教一下好了，请说。鸵鸟是地球上相对现在存活最大的鸟类，对不对？严格来讲是没错。那地球上最大的细胞到底是不是鸵鸟细胞？鸵鸟、就是鸵鸟蛋的卵黄，就是中间的那个我们平常看到鸡蛋的蛋黄嘛。那鸵鸟蛋里头也会有一个卵黄、嗯，那个卵黄的部分哦，就是一个卵细胞，所以它是目前地球上卵生动物里头最大的卵细胞。所以蛋黄是一个细胞，蛋白就不是了。它是分泌物，它是输卵管出来的时候，为了要保护那个卵子所分泌的分泌物。哦，对，所以它是一个细胞，不是那个胚胎受精的那个点才是细胞，是整个卵黄就是整个卵黄是一个细胞，中间那个一个点，它那个点的话是细胞核。哦，对，到现在才知道，所以里面会有 DNA， 会有染色体在里面，但是卵黄的部分是细胞质。对，营养成分很高。了解，老师，那如果是你的话、嗯，你想给学生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想法？为什么会想买这个给学生看？原因是因为啊，教科书上不是都会讲到说，就是卵细胞的话，就是是很大的嘛，然后或者是营养成分很高，然后课本上也都会提到说，就是卵，鸵鸟的卵是全世界最大的，那就直接给他们看，那他们就知道多大。对，嗯，我觉得这种老师哦，才真的是好老师。很多时候老师讲来讲去、哦、我们也是听听而已，可是当东西拿出来的时候，眼睛一定会放大，就被吓到了。结果他们都只看鸵鸟蛋不看我。不会，重点是他们开心就好。我觉得就是教学啊，真的蛮喜欢教书的，教学开心就好。好，对，该确定的都确定了。第一个它不是保育类，没错。第二个它是可以吃的，没错。那我们就准备进去料理咯。没错，我们要去料理咯。Let's go。